失去影像，更能看穿隐藏的真相。当律师不是只靠眼睛，最重要是靠头脑。超强四感，更能聆听弱势的声音。你的心跳最快的时候呢，就是周耀泰冲向你那里。有时候看得到，反而会被所谓的事实欺骗。义无反顾，发声争取公义。你别忘了，你拿律师执照来做担保，你会被吊销执照。但法律不能够再伸张公义。现实世界比盲人的世界更加黑暗了。盲侠大律师。